所以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打网有什么秘诀吗？打网其实就是固定的打击的姿势，然后把球延伸往前打，才可以打到那个网子的里面。这么简单，我刚好像都没有打到网子里面，我刚好像都没有打到网子里面。我刚刚有打到几颗球啦，可是打的时候那个虎口啊，都这边都觉得有点被电到麻麻的。是你带这个东西有差吗？哦，这个叫做打击垫片，它在你打不准的时候，打到头或是折到的时候，可以吸收掉那个棒子的震动力。你是在暗示我刚刚没有一颗打准，没有一颗打准，没有一颗打准，所以那个手才会痛。